要练习才艺表演没时间，要是读书也这么认真那就好啦。天哪，那我要去参观一下了。去年才艺表演小梅子跳舞真的很精彩耶。小梅子在学校也很受欢迎对吧？到底是来买水果的还是来聊姐姐？你是小梅子的妹妹吧？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你好，我叫梅梅。跟姐姐一点都不像哎。那祝你生意兴隆哦。上次说过名字了，怎么又问一次？小梅子妈妈来了。小梅子妈妈，今天要不要买鱼啊？小梅子今天没来啊。出去别人都叫你小梅子妈妈，那有没有人叫你妹妹妈妈呀？怎么啦？别人叫我小梅子妈妈，你觉得难过吗？不是，也不是尿啦。妹妹，听说你是小梅子的妹妹，记得有小梅子之前擦的药膏。每个人都小梅子，小梅子，真的觉得好烦。妹妹，你没事吗？我，护理师阿姨，我跟我姐姐不一样，因为我不是小梅子，我是妹妹。妹妹，她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永熙的姐姐吧？你好吗？今天怎么没看到你妹妹啊？那是因为妹妹去参加数学竞赛了。好厉害哦！有个聪明的妹妹，你一定很骄傲吧？是啊，就像那样。如果我变得比姐姐有名，美美的姐姐来了。哎，你的名字是？我叫小梅子。对啦，美美的姐姐叫做小梅子，我怎么老是记不住？你是美美的姐姐吧？要不要吃点苹果？美美怎么没有一起来呢？原来是美美的姐姐。美美呢？美美呢？